得你慢点就是。是啊，我想想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的技术好得很。每次都要帮我拍照。加入滚水烫一下，我们把这个舌苔去掉，你看一烫就很好撕掉了。不好弄了，没得好好弄的，这就打吃了。那凉粉嘛，就凉过一下。不想的哦。随便你。要得嘛，不嫌麻烦。吃当不麻烦喽。我们再清洗一次。准备好了，开盖。加入长江水煮一下，加入猪舌、猪心，再来老姜一坨坨，料酒等鸡精，盖上锅盖。今天你晓得是哪个日子不？啥子日子？你猜一下。啥子日子噻？你猜一下嘛。啥子日子噻？送朵花给你。哈哈哈！哪有算啥送花？不能再见。哎呦。来嘛，不能再见，看看美不美。哎呀，没啥子美。我给你看一下嘛，美得很了噻。不能再见，你不要娶了哈。再见，老姑噻。你大姐，这儿你不要取了嘛？妈，就是你人家看的要不得钱。加入长江水，放入猪心、猪舌、香叶、八哥，再放两个鸡蛋，海椒，100零8个花椒，再来点盐巴，料酒，生抽、老抽，盖着锅盖。我们捞出来量一下，切薄点，四周浇上辣椒水，要得了。好白色的美容。嗯，黄瓜美容，还我们还可以敷面膜。对。能吃生黄瓜，妈妈，你就把那些剩的做面膜好吧？好。晚上我要敷个黄瓜面膜了。你这么想，哪里要敷面膜？我们家敷黄瓜面膜。我在家里吃辣也是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嗯。你比较能吃辣，你跟我们一样。嗯。这个辣椒。我放下去真麻的。我觉得这个辣椒味道好吃。嗯，吃饱了你。啊，嗯，吃饭之前把蛋也吃了，好不好吃的蛋？嗯，有没有卤进去味道？跟普通的蛋一样啊。没进味道是吧？嗯。就好，你能吃了嘛？要的不少，省点点。要的。还好吃的，那是五香的，有香味有辣味，有好吃。跟罐子是一样的。